大家好，我是 Victoria，今日和大家介绍一下新股9696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从6月30日至7月6日开始招股，7月12日为暗盘，7月13日上市。保荐人方面就有摩根士丹利、中金以及招银国际。招股价在69到82港元之间，每手200股。一手入场费为16565元，集资规模最多不超过134.5亿元。如成功上市，市值大约在1132.4至1345.8亿港元之间。天齐锂业是中国及全球领先的锂生产商，集团于澳大利亚拥有及开采锂矿产，并于中国生产锂化合物及衍生物。按2021年的锂金矿产量计，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为全球最大的锂开采运营商，且按2021年锂产生的收入计，集团排名第三。如果按2021年的产量计，集团同时还是全球第四大及亚洲第二大锂化合物生产商，市场份额分别为7%及12%。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中，锂金矿产品包括化学级和技术级锂金矿，而锂化合物及衍生物产品包括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以及金属锂。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电池级碳酸锂供应商，亦为全球10大电池级氢氧化锂供应商之一。终端市场主要包括电动汽车、储能系统。航空运输、陶瓷和玻璃。看看招股书，截至2019年、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公司分别实现收益48.16亿元、32.15亿元及75.98亿元，年内亏损54.8亿元、11.25亿元，以及溢利42.06亿元。公司的总收益波动主要是由于公司锂化合物及衍生销售业务产生的收益波动。锂化合物及衍生物销售业务在2021年实现收入为49.6亿元，同比增加185.8%，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的售价上涨，市场需求强劲导致销量增加。公司全球发售1.64亿股，其中香港部分为1641.24万股，香港部分占10%，其中约88.65亿元将用于偿还 SQM 债务的未偿还余额，约11.7亿元将用于为安居工厂一期建设拨资。约7.85亿元将用于偿还若干中国国内银行贷款，余下的12.02亿元将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的用途。从投资方面而言，新股部门给予9696天齐锂业3颗星的评级。公司作为中国及全球领先的锂生产和全球锂行业的老牌领先企业。拥有最佳能力，充分利用终端市场的快速发展，并且实现了100%锂金矿的自给自足。由于电动车及相关供应链发展是深远和长久的趋势，因此推测锂价及行业发展将非常景气。本人为证监会持牌人士，以上内容为个人意见，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谢谢大家。近来新股持续走热，听说汇利有专属打新账户，你开户了吗？现在我们有全线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啦。首先填写自己相关的资料，好，提供相关的证明，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还有以及我们最后的经过一定的审查，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啦。那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套餐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然后你可以在5万元以内，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息等等。那对大日新股，同时有90%、95%也都有提供。加入汇利网上开户，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股打日了。